好久没有飞过夜了，早上的飞机又我最喜欢这种大海的，就是看它可以充电。拜拜，还有我两个小时就要到，然后一直在吃。要轻松点啊，对不对？欢迎你来到布里斯本未来。哦，我已经隔了，我想一下哦，二十几年没有来到澳洲了。天气好好哦。对啊。下次我绝对不会把头发放下。被问好几次了。我去日本也被人家拦下来问。在这里也被拦下来，我看起来像恐怖分子吗？不能讲这个字眼吧？哦，现在在外面没关系，在里面不行。对，他们现在要干嘛？Lately I've been worried, I don't know where to it is that I do belong. Lately I've been too busy to smell the bottle brush, just chasing laps around the sun. And I sat here and cried. 我说看要不要去那间孙媛媛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去那间咖啡厅坐一下呢吗？是早午餐的那种。哦，不错哦。说这一间上很多杂志，然后孙芸芸，对，孙芸芸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来这里。那个居里他这边有树的，这间怎么那么红啊？Do you see the ways we've gone too far? We need now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come together, put our differences apart. Stop hitting home for our goals. Do you see the ways we've gone too far? 超好吃啊！好吃啊！我要不要回去了啦？为了这个吗？哦，真的很好吃。不会太甜哎，好吃啊！这不爱甜点的，他是要觉得不爱甜点，对，太甜会太甜是不是？那个温差都很大，就是你去年就算可是前个站，对啊，我是哇塞，没关系，一起吃，这个也很厉害啊，对啊，三文鱼，你喝喝看，我觉得这个咖啡。很特别，也不太像拿铁。这是我的吗？好喝。不是，它是那个澳洲的。澳洲很讲究。内心戏吗？正宗的老外汉堡，很好吃啊！跟台湾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培根啊，这牛肉啊，好吃啊！最近一定要来哦。那我们美女帅哥推荐的，你都没有介绍他们。他们是，这是我好朋友的老婆介绍来这里的，他叫做 Oscar， 他叫做虚拟。那个澳洲的 Seven 呢，跟台湾不一样。哦，没有，这 Seven 就尽量不要去。真的？为什么？就很烂。很烂。很贵。很贵。不会，现在不会了啦。哦，现在是有好一点，可是当然跟台湾那个差太远。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对对，就可
可以，它就是个萤幕，你自己按啦、啊，它、哦、随便你点了，你要。好好玩哦。你要一个汉堡，里面有六块那个肉也可以。对，六块肉。然后不要 sauce 也可以。反正那就是随便你调的，对不对？对，然后煎蛋要不要加油？我都选不要加油。哦、还有这样啊？我都给他乱点。等等，你是要整他吧？你可以按好玩的，就对。啊，那就很吃东西。比如说你要点个汉堡，啊，比如说这个大麦克嘛。你就可以克制点，它就可以多一点酱嘛。阿怪洋葱你要少一点，蔬菜你要不要，或者这个你看这个每个都可以，这个可以加多一点。太扯了，对、啊，加到最多只能五片是不是？对，最多只能五片。那健康专业，通常就是六块比较多。这个是要付钱的。嗯。Do you see the ways we've grown apart？产地再介绍一下，这都政府提供的，按一下就可以搞到了。啊，这个人没有给他清干净的，哦，不然不良示范哦，要清干净哦。这个环境太舒服了。他说的冰淇一定要试试看。冰淇杀手不知道谁吗？你呀、啊。我是冰淇杀手。而且决定他有全素的。啊？哦，素食的。好像没有牛奶什么的。哦。全素的。vegan、嗯。对 ，vegan 是像 vegetarian 还算有蛋嘛，有奶。它这个 vegan 就是全植物。那、啊、这样好吃吗？很好吃的，澳洲其实很多素食都很好吃。这个。它就会用。替代的奶制品，就是像植物奶。试试看哦，主要是用水做的，水、啊，所以它吃起来就不会像那么奶。对。哇，嗯，我觉得很好吃哎，巧克力的好吃，好吃好吃，赞赞。它会开热色。你们叫什么？垃圾鸟，它开垃圾的东西。开垃圾桶吃东西。当地人说一定要买他们的牛奶试试看。这个就最好了。最好喝啊？嗯，这个最好。这也才三块，这什么？还是三块？他都带我去买这个有名的。这个都还有，超好吃的。好，还有这个 The Nature。他是自己写的。对。哦，食物好美哦。Okay.它还自动走，好先进！你要收据吗？对。Please take your photos。好玩吗？好玩，胶带自己买。现在很多都自己结账。对，省人力。对。叶董还帮我推车呢，这不好意思吧？哇，黑青的服务好好哦，他给我们45楼。我跟他讲说，我老婆喜欢高楼层，所以他就给我们45楼哎，好高哦！我第一次住那么高的，等一下看看他的 view 怎样，而且他服务很好。第一间，请进，请进。这个 view 有没有很美？超美，只是这个玻璃有点脏，不然美。好美哦！还有阳台，他给我们房型哇。虽然没有看到海，但是就看到了。看得出来是第一次来。啊！你左右开的啦。很像就是开20度，然后冷气开很大的风。你这样背光哎！天哪，好美哦！我这边，还有你的房间哎！有看到海啊？你看，
它这一间是两面的，所以它给我们真的是最好的。好美哦，嗯，跟网站的一模一样。这个可能它也很奇怪哦，原来四十五楼就是住这样。其实这个就是看 view， 你看那个住在那边也是很不错的。那我是住哪里？应该是厕所。厕所就好了。这边咖啡机，杯子。这样一碗可以猜多少钱？两千吗？你这样讲的话，没有啦，两千也太便宜了，你夸张。现在好像是2259，二五九，我来算一下。火哎，是真的火吗？真的火。带我们来这种河边吃饭。番薯还是什么？番薯，不是番薯啊，那个马铃薯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上面薄薄的是 cheese。看着吃。鸭腿。我全家都不吃。推荐这一间巧克力可可，说它超好喝。热热巧克力通常就是用这个装的，啊，它就热热的，你刚好这样子手就是那个角度，对，它就是这样子喝的。巧克力火锅，对，好看，我卖这些周边产品。你喝的是什么？我的是牛奶的，牛奶巧克力比较甜，啊，你这个是、那個、意大利的，对 ，dark chocolate 比较甜，黑巧克力，深，喝喝看，好喝哎，可是好甜哦，啊，还是这个已经，我的也蛮甜的，没关系，你回去加你那个牛奶就好了。